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我查到啊，这是叶小姐的足迹，今麦哥是跟伊住伫遮。爸，你先丢丢啥？今麦唯一会当把哥诱回来的办法，就是叫叶小姐放手离开哥。俊才，你嘛知影，恁哥顶一段感情。因为我用强迫的手段造成的结果，害阮爸仔囝到今仔日还阁有性格存在。啊，不过这边的情形完全无同款啊！假使迄个叶小姐真正长久过过遐尼好，无想要让咱一个人死好，那恁是安怎？伊阁会家己留伫个身躯边？安尼讲起来，伊根本是讲一套做一套，假心假意的人嘛。马哥的人拢看会出来。伊较够无适合，我相信伊心肝内嘛知知的，啊，不过伊却家够低调调的。陈秀伊这么有心计的人，爸，你一定赶紧出面，安尼无惊，够会愈聊愈深呢。林哥啊，你大行好了，你唯一的弱点就是感情来聊的呀。伊就迷失家己，我看这届啊，若是阁予继续落去，我们难失去一个后生。无听到，伊家己的事业前途，嘛因为安尼乌有去。所以爸，你得赶紧出兵保护哥啊！我看，我若无亲身出面解决是无用的。阿伯，叶小姐，歹势，唔知你是否方便，会当我入去跟你讲几句话？当然会啊，阿伯，请。等下坐啦。阿弟，那是你无去嫌我做的这个便菜饭，阿弟下即想回来，咱应该做伙食。免啦。五话讲完就要走啊！阿伯，还是我先泡一粒小茶给你啉。我有听志祥讲过，你最爱啉高山茶的。我有一个客户，拄好送我迄阿里山的高山茶，啊，我来泡给你泡。免啦，叶先生，免无用啦。哎，你先坐来听我讲。你煮这些菜，拢是志刚上爱食的菜。啊，你要甲我泡的高山茶，嘛是我上爱啉的茶。啊，你做代志，这么细腻，这么用心，坦白讲，我真欣赏。我嘛相信，志刚应该无看唔到啦。杨哥。不管你怎做，我都无可能和你甲志强做伙。
小姐，志勇甲我讲，你是一个真会晓替人想的查某囡仔，所以若安尼将心比心，若换做你是我，你敢会当愿意你的后生，甲一个感情复杂的查某囡仔来往？你计较的，敢是我过去去予人欺骗的感情，还是？姚小姐，我计较的是你甲志强，敢有啥？也阁有，恁两个人敢会当有未来？我当然知影，感情啊，是对老欢喜甘愿，恁少年人介意到。也毋过婚姻是两家人的代志，无定着你会当甲志强照顾得真好，嘛会当对阮全家人拢照顾得真好。也毋过我所认定陈家媳妇毋呐安尼尔，志强是我的姑娘，嘛是阮陈家未来事业的接班人，所以若身为阮陈家媳妇，当然啊嘛有责任。爱协助志强啊，发展伊的事业。叶小姐，我个人对你的能力并无信心。假使我若讲了唔对，你人讲，我听。叶小姐，我今日来找你，嘛是告不理想的。志强伊对感情啊，直肠死性，我安那个苛刻啊！伊拢听袂入去，所以我只好来拜托你。我相信你嘛无希望志强为着你放下家庭放弃事业着。我知影即马苦劝你离开志强，实在是真委屈你。叶小姐，啊，一点仔钱算是我补偿你。阿伯，这钱我不愿意收。叶小姐，你若是还阁把我当作是你计谋婚姻，这钱请你收起来。虽然讲咱无缘做一家人，也不过我嘛希望讲你当坚强过日子，唔通因为受到过去的不幸来拖累着你的一生。在我上失望、上绝望的时阵，是你帮助我，是你鼓励我，我最尊重你的。不过，你今日提这个钱来，是在忽略我。就算讲我无甲志强做伙，我嘛是会赶快坚强活落去。过去的一切。不是我的负担，反倒是我坚强活落去的勇气。请你收到东西。阿伯，在志强还没回来之前，我请你赶紧离开。我会靠近志强叫伊回去，而且我嘛袂甲伊讲。你今日来做我的代志，叶学长，你真正是一个真明理的查某囡仔，多谢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成全阮陈家，成阮一个平静和乐的家庭，多谢你。先来走。Thank you.
孙子啊，来，爸，来，谢玲，看你的面色，你会知我是不是跟心肯甲哥分手啊？小姐，不是你所想的那种啊，有心机的查某。爸，你唔同我骗去啦。我话还没讲完呢，我要讲的是啊，叶小姐，以前熬会当替别人想，而且真歹人情世事。你当体谅我这做人老爸的苦心，顶多是我家己的后生啊，拢袂晓想。哼，我就知影叫爸出面，就会当让叶如意乖乖退出。爸，你别烦恼啦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当体谅你的苦心。你应该了解我的做人。我是真心要对待你，请你莫记住。来，我替你把手指挂起。等一下，我想我先把手指收起来，等到恁出来的人去过边，得到伊的同意，我才把伊挂起。如意，开始，开始。好，你等我吃饭啊！啊，拄只我第一回来罗里吼，啊，看到一间店咧卖囡仔的玩具啊，所以我就入去买几样。啊，唔知宝宝会介意？你买伤济啊啦！宝宝今嘛还阁唔知影要哪耍玩具。你是买几多宝宝？我嘛替你这妈咪哦准备一份。你看，真呀。真的，你个宝宝的母子装，哦，我冇挑个比基尼真了哦。哎，后摆哦，咱全家出去，就当穿同款的衫。这个，你对我母阿囝实在是足好的，我真正根本凄惨不掉。如意啊，你哪里讲啊？我对你母阿囝好，那是应该啊。你嘛对我做好个啊！你看啊，规桌拢是我爱食的菜呢。嗯，好食，有太太的味道。嗯。你卖个相片好不好？你赶紧回去，回去跟你爸爸好好。啊，若无你干嘛让我感觉我是害恁爸仔失好的罪人？如意啊，你哪会像像安尼讲啦？是不是 Amy 还是什么人，搁甲你讲啥？这个任何人拢无关系。我本来就安生要让你待几工啊，等你心情较平静，我就要叫你回去啊。我歹回去啊。志强，你较冷静好不好？领导的人无法度接受我，更加无可能接受我的宝宝啊。我即摆比什么时阵拢更加冷静啊！我就是要跟你还有爸爸做伙。刚刚你看袂出，我今麦已经无迄个勇气跟你继续做伙啊！我拜托你，放弃咱的感情，你莫让咱继续痛苦啊，好不好？如意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几天咱不是过得真欢喜，你哪会突然变到安尼？那是因为我比你更加理智，我比你想得更远。你会因为一时的冲动，就来放生你厝内底的人，来关怀你的家庭。啊，不过时间若久啊，你就会怪我害你，甲恁家的人变作冤仇人。如意啊，我袂怪你啊，因为我离婚厝的，那是我家己的决定啊。你若是这款绝情绝义的不好处，难免你就不是我介意的迄个有情有义、温柔的查甫人。难免时间让你变到安尼，来辜负你的情义，安尼倒不如。咱即马就来分手，除了跟你分手，你爱我安怎做，我都愿意啦。你走，我拜托你走好不好？你走，你别跟我回来了好不好？你走。如意啊，我拜托你走好不好？你跟我两白走，阿娘你就是逼我跟爸爸离开车，走，我跟你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我走，我走。你是卖哭，你嘛卖带我离开好无？啊？走啦！好啦。最怕偶的思念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，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他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。妈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要借钱给李友辉去救一间公司？是伊哩，但是杨爱梅跟你讲的哦。谁跟我讲的无重要，对还是？你是不是搁想要反头去找李友辉？妈，我真清楚啊，我李友辉以后只会是普通朋友啊。你会安尼想？啊，李友辉敢袂安尼拍算？你也知影，我是足无简单才把迄个歹查某赶走的呢。啊，你安尼做，等于会有机会倒来你的身躯边啊。然后，你安尼袂用的哦，赶紧把钱讨倒来，莫再甲伊有交叉啊。哎，这代志我家己处理嘛，你莫插手啦。妈妈是为你好呢。哦，妈，你莫去讲为我好啊，无？大概你有讲这句话，听到我头壳拢疼啊。大风。哎。袂当阁事事项拢听我的啊！啊，不过我是爱提醒你，做代志着爱知影分寸，爱晓准则啊！啊，伊阁甲李玉辉来往啊！伊即马甲杨浩天的代志，母甲伊臭名臭声，我无希望你目着啦。妈。好啊啦，我就是今日叫拖累伊，啊，我你也总爱念票。我问你。啊，即马高罗城代志进行了安怎？有搁去找李有志讲过无？啊，袂。啊，你唔来紧去找伊，毕业土地让出来呀。你还怎样呢？那如我开工哦，对咱是都不利哦。讲话你这囡仔，李有辉代志都遐要紧，啊，进前头路安尼无要无紧啊，真正是了然的你。你若无爱我念，我嘛无你爱念啦。你家己好好想看卖，我先来走啊。是啊，对你，我话我去好好等。好，明仔早要准时等。安怎？大鹏有话要讲哦，也是爱在偷地代志。明仔在什么时阵我陪你？免啦，我该处理就行。你都会晓讲，即马这個金大风哦，已经不是较早迄个好马子啊。而且，伊阁因为伊甲杜师兄起冲突，甲我掠去报复。我是惊讲哦，伊会对你用 BP 的手段。袂啦，我会说你。啊，伊若敢甲我夹着哦，我绝对袂让步的。对啦对啦，伊大家都嘛安尼讲，结果嘞？拢是你家一个人重情重义，伊根本都袂来给你信啊！到尾啊嘞，吃亏拢是你。袂啦，嗯，有你伫我身躯边哦，不管我拄着啥物代志，拢我都逢凶化吉，万事顺利。是啦是啦，水正甜啊，阿叔这里哦。在啦在啦。哎，
我讲你嘛较帮帮忙吼，你若真正要相好吼，迄门嘛少关一下。我安尼雄雄看到你安尼亲热吼，我惊我会生目尖呢啊！白目中，你若心酸哦，就赶紧交一个，特别大家靠在我安尼目孔吃。嗯，我才不爱咧。那我即摆吼要好好拼事业，我才不爱吼交什么女朋友安尼目卡白手，搁浪费时间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对啦，就这样。啊，奇怪呢，最近吼小轩哪都无来找你啊？伊讲我看伊心情无好，我传一个简讯给伊，不过伊无甲我回呢。小轩个性就是安尼啦，若拄到啥物委屈哦，拢不爱讲出来，一个人囥在心肝内郁准。啊，唔讲，我讲真实啦。小轩哦，无论安怎讲，拢是你的小妹，啊，你才找机会哦，好好甲考卷一下。叫伊莫阁讲落啊！我知啊。哎呦，我看感情这种代志哦，咱也是莫插好啊啦。你看，这拢是小轩家己欢喜甘愿的啊。伊要这样尔讲，咱哪有伊法对不？哎，可心啊，你哪会当讲小轩戆啦？无唔对，小轩哦是较痴情，啊，不过嘛是这款个性，让人感觉感动啊。啊，这么好的查某囡仔哦，根本就无应该让金大风这款人糟蹋的。无你讲，应该要安怎做才好？啊，无人愿意为着小轩跳出来甲金大风竞争呢？那也无人，啊，亲像我就……我袂阁甲恁讲啊啦，我要去顺工地啊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老爹家啊，佮有志开讲，我去买凉的。啊，免啦，我甲你做。是是是是，来啦，坐啦。老弟，你老实讲，你对小轩有好感吗？哦，你是在拍戏啥啦？狄大风啊，来欺负小轩，啊，你还阁愿意安尼甲关心？我相信你是真心要对伊好诶。我当然嘛是真心对伊好，啊，不过小轩伫心肝内，就敢若金大风一个人尔。伊敢有可能接受我？阿忠啊，无你看我，我之前嘛差点失去可心啊。但我用我的真心甲诚意将伊得到转来，我相信你赶快买用的。对家己较有信心的啦。小轩是我小妹，伊乖巧也善良，我真心希望伊会当找到幸福。嗯。玉姐，多谢你的鼓励啦。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用我的真心，好好甲对待，好好甲照顾伊。加油嘞！嗯。知影，我是真心爱伊，别因为任何人的反对都受到影响。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。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过计较的是你个志强，感谢，也够恁两个人，敢会当有未来？
真正是一个真明理的查某囡仔。多谢，多谢你。志强，真实的，我嘛无想要伤你的心，啊，不过也别讲甲无唔对，我无应该让你为着我来放弃家庭，放弃事业，我嘛应该将你啊自私。如意一定受到很大压力，才会想要放弃这段感情，所以我应该要让伊知影我的决心。我绝对袂当阁让我心爱的查某人受到伤害。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哎，钟经理。蔡文姐，叶小姐今日哪袂来啊？伊平常时都袂迟到呀。啊，不过伊今日袂来呢。今日袂来？嗯。啊，你这活动不是连续办一礼拜，伊今日哪会袂来啊？伊是头无爽快是安怎？伊洗头路啊。洗头路？嗯。啊，想到要洗头路，伊跟我讲为了什么原因？我唔知。多谢你。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如意今嘛当需要钱，无可能无缘无故就把头路死掉。敢讲，伊是为着要闪骗我，才安尼做。我难过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志强，是的，我知影你做对你真残忍，啊，不过嘛，干那，让你慢慢啊，把我放袂起，你才应该重新开始你家己的人生。你敢不知这两天你无伫个，厝内底气氛足歹，我嘛完全无笑容呢。哥，你都莫去到北街去，跟我转来好不好？我话已经讲出去，都无可能阁改变。除非爸接受如意，若无，我是无可能转去厝内。你真正要为着一个查某，连厝拢无爱啊？凊彩你安怎想啦？只要我知影家己咧创啥就好。你敢真正知影你家己咧创啥？你对燕如玉这个查某了解到底有偌济？你敢真正替你放弃一切？是，因为伊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。你是知影啥？你根本就无参照你所讲个遐尼好。伊若真正遐尼好，敢会予人放啥？迄是伊歹运。去拄到一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，这毋是安尼，是伊配袂起迄个查甫的，伊除了嫁可怜，啥物拢袂晓。迄个查甫就是去想甲伊做伙，只予伊拖累，所以人大个嘛该放下。你对伊之前迄个查甫朋友代志是了解偌济啊？你凭啥讲这款来不留伊啊？虽然我甲伊是无熟，啊，不过伊这款查甫我看足济。伊伫个查某人面头前是一个款，伫个背后却是另外一个款。所以讲，你千万莫让伊骗去。伊是看咱家有钱，想要利用你，所以才会甲你低调调。好，我不准你批评伊。我真清楚，伊绝对毋是迄款人。
你即马出去，我无想要阁听到你讲出伤害如意的话。好，我走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家己想清楚，这款查甫真正无值你安尼付出。出去！要创啥？想到你一定唔肯帮我做。你俩总共爱来啊？那不是因为阮哥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你。我听阮哥讲，你最近迄个相片伊吼，既然你知影家己滚扭动，唔敢孝顺做阮陈家媳妇，安尼是上好啊。啊，不过你住伫个家，阮哥是无可能死心的，所以我希望你当心卡体底。往里开家，红哥永远找无你。陈纯纯，你莫食人狗狗哦！我一直替娘，迄是因为我无希望志强甲恁爸爸两个爸仔囝失和，毋是因为我伫惊你。你莫甲你迄大小姐的派头摕来我遮等哦。随着你安怎讲，惠弟，我已经甲你的厝头家讲好势啊，就到这个月底，你一定要搬走，伊袂阁做你啊。我若袂搬嘞，你想要甲我安怎？你莫掠做讲你有一人，就应安尼无法无天哦。好，莫提一个阿哩，无咱来讲真情义理好啊。我爸叫你一名，结果你即马煞转倒来又怪伊为伊的后生。你讲，你安尼文章受报是毋是受过小鬼啊？文章受报的人毋是我，应该是恁阿公吧？我承认啊，在感情上来发选择我。是对你造成伤害，啊！不过，阮爸救你嘛，算是幸运啊。大家已经无相欠嘛，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莫去出现伫阮陈家的面头前。我嘛无想要跟你有任何关联。你放心，我会离开志强。啊！不过我请你以后莫再来搅扰我。你若是把我逼到无路通行，我嘛袂让你好过。给你吹来啊！哎，风胎给我吹来啦！六月做风胎，安尼讲起来就是歹讲的。迄彭副议长哦，真正是袂死心啦！第二回给我顶头压力，用维持治安做理由，为今日开始叫管区轮流伫你酒店大门徛班，连续爱徛一个月，就当的。这摆我嘛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啊！真正要搞搭个地，人讲抓熊抓虎，莫去抓着臭查某，谁叫你要去抓着伊啦？我无在遮甲你撇过，唔知先来甲你诋毁一声。多谢你啦，这份温情，我甘愿放在心内。大家好朋友，讲要创啥？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顺行嘞！黄恰恰真正是唔早死我，连金大凤也去当可心，想要来对付我。好，既然你唔惊我死，我唔惊你无命啦。放心，阮这边给你的价钱哦。绝对比伊利大河林的搁较水。好啊，无咱安尼讲定哦。嗯，无问题。等会送到位，恁才付款，互恁免付半点风险。嗯，好啊，无就先安尼，再见。
真好，伊阁成功抢到伊丽达的一笔生意。想要我李友会死，我就偏偏啊要活得真好，互恁看。本府一定大家讲呢，是不是关政府阁要订卡达车？咱大家这么熟啊，我绝对照本钱卖给你啊！你别去提钱，我是来讨钱。讨钱？我还记得我已经把所有的债务拢还清啊，无欠任何人哦。敢无欠任何人？你甲阮台湾学钱去替你家己还债，无你也怎话唔知影？李玉慧，你小够袂见笑的呢？啊，去到跟阮大方找啊，搁为伊遐乌钱，安怎？啊，即马伫咧杨浩天遐变无出头啊，脑筋都打伫阮大方遮来。我尊重你是大鹏的妈妈，无想要跟你加讲啥，请你莫参就过去同款，收着就来找我的麻烦。我即马无接你去头啊。本府院长。请你莫想过超过啊！只要你把阮台湾派来遐钱拢偷偷出来，而且保证以后绝对袂跟阮台湾哥哥缠，我自然就袂来找你麻烦。莫唔对啊！我现在遐钱拢是魏大峰的宾馆来，啊，不过是我青春美丽哥跟我讲话，找恁囝欢喜甘愿给我挂的，你会认袂？你真正足奇怪。这个钱是金家的，啊，不是你这个做妈妈摕出来的。你出来，我今仔日去瀑布是要创啥？李友慧，笨恰恰，过去我忍你，那是因为我无希望大风为。啊，那即马，我根本无甲你看在眼内。不管我甲金大风是伫金钱上的往来，还是感情上的暧昧，你都无资格插手。李玉慧，你有影无简单嘞吼？啊，唔好加在阮大方无娶着你，啊那无，像你这款臭命、写歹戏、得个歹查某，真正是相白得相衰哦。哼，若是讲到歹戏着，做我认输啦，因为你本家家就是第一名，啊未结婚，就搁讲伊管有囡仔，然后搁继续努力给金枝吼。骗伊做白老白替你饲囝，你若是安分守己哦，安尼就准拄煞。偏偏啊，你搁食我来看我我，身为金太太，啊，搁你食醋加伊管加伊阮妈。可惜，你爱查甫人拢无爱你。加伊管是安尼，大细号嘛是安尼，啊，煞落来，堪够人会爱你。因为你嘛在老煮饭，我混到你狗病，歹到假看着拍狗假。够看就找够嘞，李友慧，本副院长，你要动手，得先看清楚哦。那边我有装一个监视器，你若是动手，我就告你伤害。看到时阵是副院长，你较需要顾名声，还是看？李友慧。小摆无落票的股，我绝对袂悠哉。你来戏弄阮大芳的感情，我搁较无可能，互你为阮大芳熬着一身恶气。顺桥，有闲再搁联络啦。你的车要送啥？这张机票你提给了金大峰，以后你就跟伊无相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要用这笔钱来买我的自由，爱我卖阁跟金大峰去小洋有钱？我不是要买你的自由，我是无想要看到金大峰跟你安尼高高低嘛。真正就好笑的呢，你是凭什么跟我讲这话啊？大峰一对台湾。这是真单纯，朋友会斗相共，无任何条件，无亲像你，用这个钱就想要来安踏我，然后你就应莫离婚，
让我继续在外口无名无分做你的摄影师。玉慧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。好啊啦，你别再讲。既然你无迄个心意，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头前。我甘愿甲大风借钱，然后用我家己的能力慢慢还伊。我嘛无法利用钱来甲我买手啊。玉慧。好啊，你先走啊，我无想要看到你啊。我走，等你去到消啊，代志嘛有转机啊，我过来找你好。唔免，以后你唔免过来找我。小姐。你是啥？阮道当处长是要请你过去泡茶。杜世雄要找我？无唔对。我若是讲我无时间去的。安尼，你只好拄去李小姐哦。好啊，我带恁去。请。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。最后才看的明。